人呢？我不知道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跑出去了。他以为我跑了，我跑出去。来吧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跑吧。我要跑。我去报警吧。你去报警。我也去。你也去、啊、不行啊！我出去得了吧，我你认得路吗？你就我熟悉，我熟悉。你快点，走了走了啊！你小心，别被他抓住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躲起来，他不是一个人的，他肯定还会叫人来支援他了。我们先躲起来吧。那走吧，那滚蛋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别跑！嘿，妹，妹呀，不行。先把那个半桶鱼叫来去，还去吃快餐，吃个毛快餐，人都跑完了。喂，半桶金啊，赶紧回来呀、啊，逃跑了。对对对，你马上回来啊。行，我先回去看着那三个先跑了一个。啊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都跑完了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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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吓死我了。哎呀哎呀，你这可恶的人贩子，我把他绑起来去。绑起来怎么办呢、啊、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呢。那个不是去干嘛去了？不知道。听到没有？听到脚步声了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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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躲起来躲起来，我拿个棍子去。哎呀，这个假的，强制不足败就有余，干了这几个都看不稳。哎怎么转保了？不是说保了，你看啊。好，拔起来。哎，你这个死肥猫，你敢打我啊？哎呀，你这个笨蛋，我问你，干什么？笨猫，动他！这个臭婆娘，你敢打我，敢绑我？哎，没打，没打。阿巴山，上阿巴山，上哥，三哥，卖给他干嘛？三哥拿去出口就是赔杯酒，去向泰国那边。对，干过多少次？泰国不是赶腰子的地方吗？对，干过多少次？这么多，这么多次到底是多少？最连续拿出二十次还是多少次？两千次。我的妈哟！我跟他干过几次而已，我是新人，新手。你怎么这可恶的人贩子？这是害了多少个，破坏了多少个家庭啊！害人害我还在喂奶呀、啊，你就把我撸来了！人丧尽天良，我跟你说，人贩子是第一次有1999次是。只是偷人家的钱而已，偷人家钱，人贩子拐卖妇女，我跟你说，你们丧尽天良，你们竟然干这种为非作歹的事情，你们必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放了吧，我是新手。你新手，我新手我不痛，就让你痛了，你拐卖人家应该不痛啊。我给钱你们。对，两百万给他们分了。你别想拿钱贿赂我们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丧尽天良，他肯定嫌你目中无人，你猪狗不如，禽兽不如。他肯定嫌少，两千万，对。谁给你的赃款啊？对呀，谁给你通的赃款？谁给你通的话？用了你那个钱，我们也不得安生呐。用我们的钱，你们想叫荣华富贵呀、啊？荣华富贵有什么违法？像这种人必须交给法律制裁。
交给派出所。不要自杀！拿枪毙！荣华富贵你们不讲吗？带下你们的父母，过上好日子啊！要把绳子一放。哦啊！我不要制裁。我跟你说，有没有捅我？有没有捅我？没有捅，有。你闭嘴！有。有没有捅我？就是他老表啊。就是他老表嘞。还有大炮，大炮是他头上，我不懂他的事情。是我手下。哥，你还有手下？你还说你干了？交给派出所，别跟他啰嗦。这种人要让正规的手段来制服他们才行。哎，有没有听到警要响了？有啊，谁报的警啊？谁报的警啊？是那个啊，那个女孩子，那个女孩子，小孩子，对，谁让你们叫他报警的？谁呀？你不怕谁？哦，哎，没打就没好。走，哎呀，走。